親を、あ、水人、おー、じゃあまあオッケー、自己拍，先自己拍。好可爱呢，是不是？当然啊，当然啊，哈哈哈哈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喂，有一点远，但是值得来这里吃的感觉。啊，谢谢你哦 ，service。那个好吃的酸菜，这个好吃，真的，去年也来YouTuber 呢我第一次看到你做 YouTube 影片所以有一点奇怪，你真的好像不好用，因为以前是我们吃那个臭臭的味道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很喜欢白菜，这个是高丽菜，高丽菜跟韩国没有关系的。为什么？我没想。应该是泡菜的意思。高丽啊，高丽是一个韩国以前的国家的名字。高 Kore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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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Korea 的原因啊，名字的。Korea 是一件大家觉得，大家说 Kore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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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从那边来的。OK， 我也是。Sorry， it's difficult。已经有。这样的时候会。OK， 大家。美味しそうです。もう絶対僕のおすすめはこのヤーローですね。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。ちょっとだけつけて。好像北韓だね、これ。金正恩。マシッソよ。美味しいです。这个吃过了吗？我先试试看，来吧。第二次的，非常不对，美味しいです。
ャーハン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ハムの卵、食べたことない人は絶対食べてください。普通の卵と違ってコクがあって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です。それでは最後に生です。甘みがあって台湾のキャベツ、日本のキャベツより美味しいです。それでは沙水湯、口感真的很 QQ。 我没吃过鸭的内脏。鸭肠，鸭肠，鸭肠。这个是鸭肠，肝吧，心吧，心，或是肝。有一点硬硬的口感。没那么硬。没那么硬。我以为，这个是那一张，所以可能比较臭臭，没有，完全没有，这个比较有，好，非常健康的感觉。你推荐这一家吗？价钱也是便宜。对，价钱也是。这个是当然比较贵，但是其他的是平价的美食。谢谢你。这个是我常常看的。不喜欢。不喜欢。哈多。哈多哈多。哈多。啊啊。有点。脏话的感觉。真的。你觉得吗？这个不难用。好。谢谢你，然后他送给你这个。这个是 cookie。新竹的 cookie。那个是我媳妇开。哦。要不要？啊，要。他这个是手工的。哦，你想要是什么？巧克力吗？你一点点。不是韩国人哎，他妈大家都说我是韩国人，一看就是韩国人。都是推荐的吗？其实全部都是推荐。全部都是推荐。店长推荐。啊，那是小弟。小弟，你的朋友。啊、这个谁贴的？啊，打工的嘞。打工的，他不知道什么产品颜色区分。啊，这样比较清楚啊。对，我做好，我就用这个啊，那贴上去，对那个颜色，好，是贴到这个就是咕咕。因为你的推荐是这个吧？今天我们吃的，哒哒，谢谢你，还有便当哦。OK， 好，就这样子。谢谢你，谢谢。老板娘，谢谢你，好好吃。小姐，拜拜，谢谢你。拜拜，下次再来。他说你上次播的，然后人家就赶快赖给他说他上。他从高雄上来。哦，对对对。我们的团队都很厉害，他很厉害。对。所以前老板都被人家骂。越来越好吃，越来越好吃。每次真的很好吃，他们都会再增加新的产品。啊，我也是努力上涨的。妹妹，拜拜。妹妹，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看他的节目哦，我送给你。TV 电视节目。电视节目。嗯。少女时代。那的给电视节目的名字。WTO。还有其他的吗？中华电信的。
嗯。